党为什么有这种胆量哈，敢去推 ChatGPT？ 超愚蠢！就是说你知道说这个 ChatGPT 会说实话，居然你还敢去推 ChatGPT？ 那好歹你自己测试一下嘛。对对对，他连测试都没有，反而是闹了一个大笑话。民进党推 AI 机器人回应争议，反被打脸，上线近四小时就捂嘴，哪些绿色谎言被戳穿？对于它的大数据的建构其实并不完整，民进党没有人懂得 AI， 只不过他想跟风。那第二个就是投机取巧，他认为用这个东西非常新奇，可以引起媒体的注意，他就可以天天报道去碾压在野党。结果他没有料到 AI， 当你数据库，当你分辨率，还有当你一定要靠流量的时候，你一定是答非所问嘛。这为什么民进党上架四个小时不到他立即下架？因为再这样子搞下去，这个 AI 就天天骂民进党。